这种兰花好看好养，花期又长，而且养得好的话年年都可以复花，它就是泼墨石斛。看它的花像不像中国的水彩泼在上面的感觉一样呢？这就是它名字的一个来源。每一朵花呢都像一个蝴蝶在翩翩的起舞啊，所以说用一个字去形容它的气质呢，就是仙儿。那它除了仙儿之外呢，其实它还有很多的优点啊。那首先呢，它的开花能力很强。那普通的石斛啊，这样一只新笋啊，它只能开一枝花，而且开完了呢就不再开花了。你看它去年开过的这个笋啊，我把它修剪完了以后，今年又开出了两枝花剑。那另外呢，它的花期也很长，单朵花就可以维持将近一个月的时间。那这样一串花呀，开了两个月的时间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那另外呢，生长速度呢也是非常的快。那去年它三月份来的时候呢，只有这三个小小的分支，而今年一年的时间呢，就长出了满满的一大丛。那关于它的养护呢，其实也特别的简单。那这个呢，我在下条视频呢会详细和大家去做介绍。好了，有话可以点个赞。